还会拖蛮久。不一定，不一定，陈先生，谢谢你，不一定哈。所以台湾会改变哈。来嘉义的郭先生，郭先生，郭先生。洪兄你好。嘿，你好，你好。国民党吼、是安那看待咱这个人民的纳税钱吼、我跟你讲吼。是。洪兄，你会记得无？有一届迄个在选举的时候伊国民党的文宣吼，咧批评南部人，伊安那批评南部人，伊讲某个台南业务员啦吼、在吃早餐的时候。老板忘记找零钱，竟然还要跟这个业务员，竟然还要跟老板要回来，这件事是洪英雄，你知道吗？我好像有印象哦，有印象哦，嘿，我会记得有印象，跟咱五块的款，对，你这为这件事情吼，你会当看出讲，因对钱的态度是什么款？你甲想，我今仔若摕五十块，啊买一个四十五块的物件，咁伊个老头家咁找我五块，你以前国民党想我五块都无啥，在咱诶五块，迄个比例是10%呢，对不对？在因看，所以讲因不食人间烟火啦，是，不食人间烟火啦，因看钱如流水啦，尤伊个开支如流水，尤其迄唔是因的钱，人民的纳税钱，他没有那种。钱要用比例的概念。我以前我的。不先读一下，等一下回来继续讨论，好，来先休息，进广告。